应该可以。再过半个时辰，月亮的光就会照在这块玉板上。在这儿等着吧。好了。真的打开了，是个铸剑炉，炉火还是燃着的。最好别碰。我听说有些铁匠喜欢在淬火用的池子里加进野兽的尿，虽然不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，但有人会特别迷信这个。那加这些有什么用呢？让做出来的器具变得更坚硬，据说在锻打或是加热时也会这么干。早些年很多工匠都喜欢搜集野兽的毛发、指甲和脚之类的玩意儿。那石门外的那个坑里多半是用在这上面的，但我觉得这个人想要的还不止这些。死了那么多。北洛，你又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家师喜剑，也让弟子不要整天只知道练剑，有机会的话多学学其他的。他很推崇营造法式和天宫开悟这类书。这样很好啊，学会里的长辈也经常这么说。炉温很高，这儿的剑可真多，都是最终没有铸成的。铸剑的人大概是在尝试些什么？是想打出一把特别好的剑吧？不但好，而且多半是一把特殊的剑。如果只是想得到一柄利刃，这里废掉的未免太多了点。看上去全是古代的东西，很多都破损了。这个人铸剑归铸剑，这么多器皿也不好好保存一下。大概觉得没什么用吧。怎么没用？这可都是很宝贵的东西。那我之前猜的也没错，这里十有八九是古代遗迹，后来被人发现了，清理出来用于铸剑。可这儿这么高，很多事情都不太方便，像是运东西、取水、排水。选这里难道只是因为隐蔽吗？可能也因为昆仑玉。昆仑玉所在之地，灵力便会比其他地方聚集得多。何况，洞口有那么大一块，这个人也未必懂这些，但他在铸剑的时候，应当感觉得到。原来是这样，听起来很有道理。锋芒毕露，隐有神光，是一把好剑。
看来先前的模样只是障眼法罢了。这柄剑不像是近年所炼，气息十分古老。古老？那它会不会原本就是这个遗迹里的东西呢？它为什么要袭击北洛？大概是因为察觉到了太岁。外面有声音。哪里？不算很近，在洞口那边。是萧赞。在山洞里铸剑的真是他？住在附近又精通这个的也只有他了，说是巧合都没人信。他很小心，想必洞口是有什么布置，只是我们看不出来，但他看了就知道这里被人发现了。一早就怀疑这家伙有鬼。
不跑了？你们追着我干什么？那要问你都干了些什么。山洞里的铸剑炉你该很熟吧？你说离开渭水建炉后就不再铸剑了，那么多废剑难不成是从别的地方搬过去的？虽然我不清楚你们所说的剑谱上都有些什么，但你和你的师父应该是在做同样的事。你关心印铁山的生死，只是因为像你们这样的人并不多，那种铸剑的方法这些年来一直没能成功，所以你很想看看自己的师父是否有了别的机遇。在德同，你经常打猎，猎杀到的野兽多半为了炉子，而野兽只不过是无奈之下的选择，对你们来说最好的当然还是人，可随便杀个人就没那么容易瞒过去了，所以你用来买骨头的坑里人骨非常少。那里面还有人骨？看着很新，反正不是什么老祖宗的骨头。但这些都只是你猜的，一些骨头又能证明什么？谁杀死的他们？铸剑的法子？你说的这些我都不清楚。你，但至少很可疑，我们要把你送去官府。凭什么？你们先让官府愿意花时间听这些奇闻异事吧。还是说你们就认定这些事跟我有关，打算私底下杀了我？杀人？不。既然这样，你们拦着我做什么？不能让他就这么跑了。虽然我根本没想过杀人，但这种事，这种事，我们还是得把他交给官府，让官府来决定嘛。这么晚了，他又往林子深处跑，我们不能再追下去。可是，听我的吧，先回村里去。
乌正，你让人给我带的话是真的吗？那个人真的还活着？乌正，你怎么了？是太饿了吗？一时没能冷静，现在我也不知道是愤怒多一点还是高兴多一点。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我们就能真正的报仇了。你告诉我，吴长，你告诉我是不是真的？是。在那里，我去过了。怎么会？有时我想起从前的事，会不能相信已经过了那么久。当初的西陵，雷祖还在，淮西也还在，我们多好呀。为什么要去管别人的事？西陵为什么要做那些？明明有乌之堂就已经很好了。但是既然我们决定了那样做，就一定要同等的回报。我绝不原谅有人把我们随手抛下，就算变成恶鬼我也要报仇。我要让这个没有西陵的世上永远不得安宁。没有哪一个西陵人会原谅。你说他为什么要救那只辟邪？他不是一直这样吗？救那么多不相干的人，却连自己的家人都救不了。不，这一回绝不是什么不相干的人。他现在的神魂应当十分虚弱，破我阵法的那一剑只是勉强而为。我之前在渭水剑炉里杀了一个祭灵族，他并未出现，其他梦域中也是一样，不管发生了什么变故他依然不出现。可偏偏我要杀那只辟邪时他出来了，也就是说他有一定要这么做的理由。辟邪吗？我会再试一试，顺便想办法把他引出来。怎么引？他现在不出来，无非是死的人还不够多。吴正，你让我去看的那个老头子只剩下一口气了，和死了也差不了多少。不用理会了，他活不过三天。萧瓒如何能够对付深山里的野兽？对付不了他也得拼一把。他很清楚我们之中最容易被他的说辞唬住的是岑英，哪怕只是一时间。一路下来他对我们两个肯定会有所顾忌，害怕我们不管不顾当场取他性命。既然往村子的路被挡了，他就只能跑向山里。而且他没那么鲁莽，如果我们不继续追他也不会再深入。如果我们紧追不放，他仍然有点保命的手段。保命的手段？他脖子上的那串骨链
应该来自于某只非常强大的野兽。不管是怎么得来的，其他野兽多少会忌惮那上面残留的气息。他倚仗的也正是这点忌惮。在真正的杀意起来之前，找到一丝空隙，要是能有个稍微安全点的地方躲藏一下，等到天亮就会好很多。天亮？但是他能等到那个时候吗？是狼群，你去测狼群，去追他。我只不过把他的去向稍微透露给了头狼，之后怎样就看他自己了。我说过了，生死有命。怎么没精打采的？我想到渭水建炉的事，还有其他在梦里遇到的事，一个晚上都没怎么睡着。不是害怕，只是觉得有些东西让人难受，忍不住生气。可有时又想不明白，亏我还以为自己不是那种娇气的人，结果真的只是因为还没遇上罢了。想想也是很没用。会这么想啊，说明你从小到大都过得不错，是好事。有些糟心事儿，就算一辈子不知道又怎样？真的赶巧见着了，想归想，想过以后，你不还是你吗？我还是我。别人怎么活，终究是别人的事，没得我们操心。你自己坚守本心就行了。我好像有点明白了。好了，别顾着郁闷。正好有个事给你做。什么？魔气搜集的足够了，你不如跑一趟燕陵，去把荣天仪交给葛先生。好的，我现在就动身。肖赞的事，要不要跟德同的人说一下？万一……可他们都觉得他是很好的人，也不知该怎么开口。这就交给我和云无月吧。
风组长，我们在梦域里发现了这个。如今恐怕纪灵族的碎金已经遍布那些新的梦域了。发生了什么？我族在探查梦域时，虽然难免受伤，有时甚至会死去，但大多时候尚能保命。可自从对你们而言，应当是从昨天夜里开始，纪灵族已是死伤过半。有更强大的魔进到了梦里。不止如此，有人在指引魔族，是一些不能人语、眼中浑浊、姿态很像野兽的人。他们指引着魔找到纪灵族，甚至连他们自己都有可能被魔杀死。但这些人似乎并无太多神智，也不在意自身的伤亡。古考会是古考会那些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。武昭又在谋划什么？你说的是远古皇帝时的部族？我明白了。先前林道长他们来梦中退魔，也唤醒了一些狱主。据说阳平城内行转的人越来越多，明明看起来一切都在变好，我却依然觉得不安。你说的巫兆与轩辕氏有仇，那么这就是一场跨越了数千年的复仇。如今想来，
事情并非快要结束，或许才是刚刚开始。什么意思？之后我要重开通往惊天轮的路，带一些族人进入其中，去弄清楚这一切。你是说那边？那后面有些什么？另一个梦。你们也来了，风族长，这趟出去我们发现了一些亮晶晶的东西，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就都带回来了。一些奇异的景象是吗？纪灵族本身是不会做梦的，但因为一直身在梦中，加上特异的修行之法，我们早已和梦境融为一体，或者说纪灵族就是梦的一部分。这些碎晶承载了千百年来不知多少人的梦，其中残留的意念连我们也无法窥看。可是据说，如果有谁同原来的那个梦境主人拥有血脉或是神魂之联，就有可能通过碎晶看到其中的梦境。是梦还是回忆？梦亦或回忆，谁又说得清？